因为我现在玩的游戏是《魔物猎人世界》，然后现在有活动《惊人记开花之恋》，这个去年有开过了，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五个宴会在一年里面轮流这样子。哦，然后这个我没有录到啊，之前没有录到，那一样是先跑到集会区域，然后会跑动画，应该是吧。然后这个的小猪我也还没有拿，那时候再卡 1.04 完全不想更新啊，好像没有新的任务啊，这次应该都是之前的任务开起来这样而已。可是其实有，我没看仔细。好，一样是先到警卫区让他跑动画，我看他装饰很漂亮这样，都化为神的一小猪，然后那个接待也很漂亮那样子。这套服装的，这套接待员的服装我应该看有没有拍过吧？去前面看一下。哎呦。嗯。お待ちしてました。接待员超漂亮。我把这个换成iPhone 哎。好来。好，然后接待员也有一套可以换 ，iPhone 也有一套可以换。我小猪可能要打一场才看得到小猪哎，因为我都没有去摸小猪，他看到我就跑掉了。那没有新任务，这样怎么办？随便找个打一下哦，还是有办法让那个小猪不要逃跑。有什么任务杀起来比较快？好，再看看。不然我应该要打完一场之后，才有可能遇到我那只猪。然后接待员的服装是你如果没有买 DLC 的话，就期间限定，时间到就没有，我真的不见了。看到猪吗？哎，其实我刚才走上去的时候有遇到，我点它就不见了。先看接待员 ，iBoard， 变更接待员的服装，蜜虫长尾裙，这套 DLC 有卖还没卖？如果跑去训练区域，小猪会不会刷新？训练区、锻炼区域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就真的要去打一场再回来找小猪了。咦，它是返回小屋哦，返回那个流通区域还是什么的？不过主播好像比较快，啊，没什么感觉，应该是没有比较快。那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更新有说那个加快读取速度之类的吗？还是我想太多了，做梦梦到。增强效能什么的，然后看小猪有没有出现，没有的话真的要随便抓一场。
为什么我的电脑在哀嚎？不科学，也没开什么东西呀、啊。啊，好像没有比较快，想太多。猪，哇，去随便打一场。咦，那也是突然加速了，还是我会想太多了？感觉人物突然加速了，感觉打起来比较快。爱上蛋拔在哪边？有那个杀手快了，痛斗鸟成鸟。应该最快了，九七呢？好像不会比较快。突然看到九七，过瘾啊！哇，真的，越来越发起来越快。这我应该看。看那个刷新的任务吧，算了算了。看今天刷新的任务吧。觉得我是说还在打。我给他睡一下，好的，打。高工，好，我可以去看一下这是。那个票能做装备啊，因为我之前没有，应该没看过。他点又忘记了。每日登录有票，然后解每日任务也会有票。他多的票只能拿去换烟火。开始有玩的，然后跟我一样卡更新的东西应该都拿完了。好，看小猪的服装。然后再看票能换的东西，
这边。他这个我拿之后就一直都会在小猪那里，像之前拿的都会换。总共五套，星辰之焰可以拿到，然后还有五个要自己去挖的。一套是原本的，四个可以，四个要自己去挖的。这就是这套，这套，蜜蜂装，嘟嘟嘟小蜜蜂，嘟嘟嘟小蜜蜂啊，我怎么看成嘟嘟嘟？嘟嘟嘟小蜜蜂，蜜蜂船，我去看一下那个票会做装备的。开发票，开发票，开发票。さて、作るか。啊，我其实也不知道哪一个哎，怎么办？没有金蛋蛋。是巴鲁特吗？有金蛋蛋，金蛋蛋。开发票。哇，还有三枪做一个，所以。进阶的15张哎，好，手牌在数啊。进阶15张，然后出阶应该就要15张，还有宠物人，蛮难的、啊。外观，对啊，外观有没有送？巴里特，发票。这只要一张哎，所以这样20，然后下一个这样20，可是武器我就不知道哪一个了，你太妙了。一款全装装备，一套，不是吧？三，我以翼龙猫，龙猫来的。哎呦，还有我玩什么武器忘记了，我还在想，这没有办法直接复装的话，复装啊，玩逆光装，还有武器耶，武器不能复装吗？我背在后面，然后。我也有三张，这样只要26张哦，好吧，不然我没有遗漏的，就看到26张。然后外观好像我之前做掉了，外观可能在别的星辰季的时候弄掉了。今天没有多新的外观可以弄了。やっとるか？我没换的，装新。八，大概这样。